今天选娇兰的这个粉底，它是比较自然比较肤感的那种粉底，因为还是用这款粉饼，它的妆效出来比较雾面一点。这是哑光的一个妆效，没有什么光泽感。布兰的整个妆效其实都是比较清淡的，但是我们可以看出它的眉毛是两道剑眉嘛，眉毛就是增添它一个帅气感非常重要的地方，平行的往上斜，拿一个比较深一点的咖啡色跟黑色混在一起，然后把眉毛的颜色再加深一点。画好大概是这个样子，为什么感觉那么好笑呢？天蝎的眼睛本身就长得比较有神，所以它其实眼妆的部分真的特别淡，然后但是像我自己的话，眼妆的话我觉得它用了一个比较类似于修容色但是稍微偏红一点的颜色来做整个眼睛的轮廓，然后我准备还是拿美宝莲的这一盘，然后我想用这个比较浅一点的棕色跟这个比较深一点的棕色两个颜色调出一个比较适合做眼窝轮廓色的，然后它这个晕染的范围特别大，大概到整个鼻骨这边都有晕染的。大概是这种感觉，然后包括下面整个卧蚕它也全部都是框起来的。拿一把小一点的刷子刷下面卧蚕的部分，大概就这样子，先把睫毛夹翘。睫毛的话不要夹太翘，夹到一个比较自然的弧度就可以了。眼线的话我还是用眼线笔来画，先把内眼线填满。这张图上它比较明显它是画了一个眼头的，然后我的眼头因为是有点内包进去的，所以我要把它稍微画一点出来，它是这样子，眼头有一点点画过来，现在眼头这边是稍微画了一点点出来的，然后眼尾往上拉一点，因为我的脸比较肉嘛，所以就尽量修得瘦一点。最后嘴唇的部分呢，它这个照片上我看是一个有点像肉橘色的这种颜色，那我自己其实没有这样的颜色，擦这一支颜色的唇蜜然后把它压掉，应该颜色就会比较接近一些。这样的话整个妆容就完成啦。虽然这个妆容是不太像的，但我觉得另外一个妆容呢一定是会比较像的。那我们先把之前妆的那个眼线稍微的擦一下，把它擦的稍微贤妻良母一点。画这个妆让我明白一件事情，我好不适合开眼头啊，刚才画了一个眼头感觉跟蛇精一样，把眼头擦了，感觉这样就正常了很多。首先它这个额头是特别的白，然后因为我也没有什么特别白的颜色，那我就只能拿这个颜色多叠一点上去铺在整个额头上，然后它这个鼻子这儿一条是白的，这个我比较困惑，这到底是为啥呢？好的，我真的已经刷了非常多了，大概就这样意思一下吧。他的额头上为什么有一坨黄的东西，但是既然有的话，那我觉得我还是要画上去的。这个斑虎牌里面的这个黄色蜡黄的脑门，然后接下来呢它有一个三瓣像莲花一样的东西，然后拿一支唇霜来画它这个三瓣莲花的形状。大概就这样子，画三个
然后就是腮红的 part， 它是一个特别番茄红的颜色，但我没有那样的颜色，所以我先拿这个橘色打底。的范围大概是这样一块，三角区全部都是。大概的刷出一个范围之后呢，我用 CanMake 的这个颜色，它这个梅子色颜色还挺重的，所以我就拿它这个颜色稍微的再加强一下。我这样显得脸好瘦哦，天哪！然后最后一步当然是一个大红唇，大红唇我用这个。好，大概就这样。然后再去换一个比较贤良淑德一点的头发。好了，这样呢，我就可以开始扮演表情包了。